有事儿今天。啊？干嘛穿西装啊？哦，开会今天。到区里去向向群要点钱。嗯，那是得穿正式一点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哦，今天有时间上鲍那儿去看看他吧。老人家晚上在厂里巡逻，我怕他白天在家里面光顾睡觉、吃饭瞎凑合，给他做做饭吧。哦，差点忘了。晚饭就不用等我回来吃了。为啥呀？开完会之后可能还有个饭局。哦，走吧。是吗？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厂长，哎，吵啥了？卫平，今天啥日子啊？啥日子？我们大厂长今天穿的可够精神的啊！哎呀呀呀，你赶紧说，有事儿吗？哦，检索结果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我们这项技术呢，目前国内是空白，国外产品又十分的昂贵，如果马上组织生产，那一定会有销路的。行，那就赶紧落实吧。哎，不过要想抓紧进度的话，我想还是把孙工请回来吧。嗯，啊，自动化控制这块是他的强项，一时半会儿啊还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。嗯，我知道这事儿啊比较敏感，对你来说比较难办。什么事儿那么敏感啊？这事儿的确是不好办嘛。那行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走了。抱歉啊，老板。点了吗？点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放弃现在的工作再回风机厂？我知道现在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很无理，甚至是无耻。你在外企拿着高薪到我这儿来，可能连正常的工资我都没办法给你开啊。这个不是问题，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需要考虑。啥事儿啊？难道你不明白吗？
魏平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在知道我跟魏东晓的事情之后才彻底疏远我的？是。那你是不是在我爸出事之后才决定和秀丽结婚的？算是吧。我要你明确告诉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回来？在这个世上，我不是躲得越远越好吗？孩子睡了。早了。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这不跟你说了吗？今天晚上。想好了再说。我有啥没想好的呀？这向群请我吃个饭，这怎么了？魏平，你啥时候学会骗我了？你骗了我多少回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明明是和孙慧宁去喝咖啡了，你为啥要跟我撒谎啊？你知道了？我看见了。听我的手，你愿意这么说也行。你们俩到底有什么事儿，非得瞒着我呀？秀丽，你应该相信我，我跟慧宁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去找他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。你既然是为了工作上的事，为什么不在厂里谈？你俩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啊？哪种地方呀？不是，因为昨天晚上你跟我提他了，但是我从你的话里面我感觉到你对我不信任，所以我才编了个小话。可是你应该信任我，要不然你的话我们俩怎么过下去呢？我信任你，你也得对得起我的信任啊。你跟我说你跟向剧场去吃饭了，你却偷偷会你的相好，你这是说啥呢？你怎么变得那么庸俗呢？我庸俗？他高雅是吧？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我没法跟你交流了。你这样说话，我咋样了？我一直就这样，我应该对你咋样？百依百顺是吧？你说啥我信啥，我就是看见了我也当没看见。行了，不说了啊，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我这工作上面那么多压力，压力那么大，我没工夫跟你在这添堵，行不行？行，我不给你添堵。哎，你干啥？你上哪儿啊？我不给你添乱啊。不，这样啊，秀丽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。你别这样啊。我就回家看一下我爸，我看一下爸不行啊？行行行，但是这个点你回去老爷子咋想啊？那你骗我的时候你咋想的？